近来演艺圈吵得沸沸扬扬的莫过于小贤和何守正以及柯以柔和名厨郭中坤的婚姻触礁事件。独家报道集团创办人张律特别就这两个新闻事件专访到德生法律事务所的李兆环律师，期盼透过正确的法律观点让社会大众更了解婚姻的正当性以及夫妻双方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独家报道集团创办人张律特别就小贤与何守正在美注册结婚、婚姻的合法性及不孕等问题来为读者做深入剖析。小贤与何守正在美结婚，在台没登记，婚姻关系是合法的吗？其实只要是按照结婚的他们两个人的本国法或者行为地，也就是他们结婚的地方，像美国是登记，只要是这两者的话，原则上他们的婚姻是成立的啊，只是说在台湾，因为我们按照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结婚是要登记，他们只要回来补办登记就可以。但是就在美国注册结婚当时，他们的婚姻是成立的。在美注册，婆婆主张没结婚不能入籍，这是合理的吗？户籍按照我们中华民国配偶之间的户籍，也就是说结婚之后其实就是夫妻要约定住所，按照我们民法1002条的规定，那夫妻的住所原则上是可以夫妻协商，所以通常来讲是不会是跟婆婆协商的哦。那比较重要就是说婆婆就这个个案来讲，她是说婆婆是认为她不能生小孩不能入籍，那当然这两者之间没有关系，在法律上真的入户籍的话原则上是要看配偶这一方，所以反而是我在思考的是说她的配偶是不是也在该地有户籍，他们夫妻是不是约定那里为住所地？两人在美国登记结婚，是否应该去美国离婚，离婚才生效？在中华民国的他们是否已经结婚成立生效？我刚刚讲到，其实按照我们说的民事法律适用法，只要是依据双方当事人的本国法或者行为地法，他们在美国注册已经结婚，所以是成立的。那只不过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一个程序，刚刚讲结婚是要登记，那我们没有做这个程序，所以回来办这个结婚的行政程序。可是按照我们台湾的法律，离婚同样是要有离婚的登记，所以他们可能是要先补办结婚登记，在依中华民国的离婚，如果是两院协议离婚的要件，也就是要有离婚协议书，要有两个证人，然后夫妻两个到户政事务所先补办结婚登记，再办离婚登记。婚前告知不孕能够成为离婚的主因吗？健康检查目前来讲，大概我知道我们国家的福利制度还不错，有所谓的婚前健康检查，甚至现在的孕前健康检查，跟所谓的已经怀孕中的一些为了胎儿跟妈妈的一些健检，所以通常来讲在结婚前的话，通常如果有这个一个健检的话，我们觉得这个福利是可以去享受的。但比较重要，我们回到我们的法律的问题，也就是说今天配偶的一方不管男方或女方哦，那因为不能生小孩这件事情，就是没有办法所谓的俗称的传宗接代，能不能以这个为当作离婚事由？目前来讲我们事务见解不认为可以，所以相对的我们再看到这个案例事实，也就是小贤他们还是在结婚前是明知都知道的状况，所以更不能以这个不能生小孩甚至没有生男孩哦，当作一个离婚的事由。但是那是所谓的法院判决离婚的事由是不可以的，可是他们如果要两院离婚协议离婚，只要没有出自强暴胁迫，双方协议自由意愿的话，符合刚刚讲到的协议离婚两院离婚的三个要件，就是要有一份离婚协议书，两个证人，让夫妻两个到户政事务所办理离婚登记就可以的。另外柯以柔与郭中坤属于外遇事件，就牵扯到通奸罪、财产分配权利以及离婚后孩子监护权等问题，李兆环律师都分别逐一为读者深入解答。婚前是否要登记产权财产分配？通常按照我们今中华民国的法律，就是结婚的时候，结婚前、结婚时或者婚姻关系存续中，夫妻都可以约定夫妻的财产制。那当然约定大别为两类，一个是分别，就是你的还是你的，人结合但财产没有结合，那另外一个就是你侬我侬行，就是共同财产都可以去做约定。那如果没有做特别约定的话，就是我们的法定财产制啊。那原则上大部分的夫妻是没有去做约定，因为通常约定的话是要到法院的公证处，夫妻两个人要去办公证处去申请分别财产制或
共同财产制，所以大部分的夫妻如果没有到过法院的话，大概都是我们的法定财产制。那法定财产制的话，原则上就是所有权原则上都是各自享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能。原则上共同财产的话，都如果是约定共同财产制，就会在共同财产去分配。如果是目前我们的法定财产制以及我们所谓刚刚讲到的分别财产制，目前都是会用到，就是债务原则上是各自会去按照自己的财产去清偿。如果说配偶的一方拿了对方的借跟对方借钱，原则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还可以请对方清偿。原则上如果外遇的话，我们这是比较民间的用法哦，在法律上大概分成两大类，一个是刑法的通奸罪，一个是民事的侵害配偶权。那民法的通奸罪的话，光是只是出国这样的一个事实啊，没有办法认为是有所谓的通奸罪的成立啊，也没有所谓的相奸罪的成立，也就是通奸罪可能是那位先生，相奸人是另外的第三者。那可能这两者光是只有出国这样的一个行为可能没有办法，通常要证明有所谓的性关系的一个发生。那至于说常常有十指紧扣，常常出国，常常会有一些非常亲密的动作 被有相关的事证的话，我们可能会主张民法的184条跟195条的侵害配偶权。那可能是侵害配偶权是纯粹是民事的赔偿。抓奸在床现在其实不太容易，就我们知道，当然我们律师业界应该都知道抓奸在床不太容易，因为我们有两大类嘛，比如说 到饭店旅宾馆，通常其实服务至上，大概客户对，那如果到一般民宅，其实大概就是靠警察或者自己找锁匠破门而入，通常可能你还没有，因为如果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其实已经惊动了里头的人啊，然后可能还没有掌握一切所谓的通奸罪的事证，对方已经告你所谓的侵入住宅罪。对，所以有时候还是要比较审慎。